其实我正常跟你讲啊，比价就是只是价格的高与低而已。对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最注重的是品质问题。对。对不对？啊，这样的品质呢？这样品质我们就不要讲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就是跟你讲说六万九的品质嘛。整间屋子六万九。师傅，整间屋子六万九。对。连天花板。对。全部。我都讲过啊，我都改擦贵性。这都是贵性，用冷啊，对吧？伊这是用擦的啦，用擦的，啊用粗刷，就是你讲的粗刷那种啊。这应该很明显啊，这、嗯、这个，他刷直的刷痕的你都看得到啊，是不是？但是羊毛刷好不瞒你说，我刷直的刷痕的你或许看不到。哦，所以它这个是非常的细，对，它比较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很粗的。这够粗了，真的。够粗。对。哎、欸、你哎、欸、后来咱今麦讲的浴室的防水。你说浴室那个。我们在贴瓷砖之前有没有？他们泥做的人都会先刷上一遍弹性水泥。